这个伸缩晾衣架我买回来就后悔了，后悔没有早点买到它。它的全身是不锈钢的，在家里晒棉被晾衣服都没有问题，不用的时候找个角落不占空间，而且无需安装，我一个人10秒钟就能打开。扣上两侧的卡扣，再装上下面的横杆后，整体就非常稳固，并且可以伸缩拉长，最长能到2.4米，一家四口的衣服都够用了，整体不错，值得入手。悠闲的清晨不需要忙碌，不需要繁琐的安装，只需要轻松展开，放上固定杆，固定好加固条即可。 X 型加固关节搭配加固杆，让支撑更稳固，加长伸缩杆，方便晾晒被子等大件物品。加固杆可增加晾晒空间，不担心衣服多了无处安放。使用结束后，折叠放在屋内角落，不占空间，为您打造舒适简易生活。